Virginia 翁家穗 Nicole 李洁莹呢日出席月饼义卖活动，临近中秋节，唔知道 Nicole 会点同仔仔小春鸡过呢？佢其实我谂佢未识咩嚟嘅，但系都会买啲灯笼仔俾佢玩嘅，不过就冇得玩火咯，即系唔同我哋细个可以话玩下啲真系有火嘅蜡烛啊，即系唔系 sorry 有火有蜡烛嘅灯笼，有火嘅蜡烛，系啊，煲蜡嗰啲而家就冇噶啦，要安全系啦，安全至上。大啲啦，而家太细啦，玩啲电嗰啲系啊。Nicole 同老公李诺伊计划紧今年再生个女女啊。系啊，努力紧啦，因为年纪开始有啲大，因为一个小朋友大家都知系照顾佢系一件好攰嘅事嚟嘅，咁所以希望快啲完成啦，想收工啦。老公话你话自己话年纪大咁。年纪大呢个事实嚟嘅，系啊，真系好攰啊，同埋想想养到六七十岁好攰。有港姐之母之称的陈子莲日前因为癌症病逝，曾经参选过港姐的 Virginia 听到消息都十分之伤心啊。有啊，系啊，同埋我选港姐嗰阵，佢哋即系以前仲会系去海外招募佳丽嘅。咁我第一个接触就系阿 Rosa， 咁啊佢拣我翻嚟香港，所以其实佢系我生命中一个都几重要嘅人咯。知道的时候都知道都严重的，但是其实又没有想过那么快，还有即是都挺突然的那一下，因为我都是他走之前几天才见过他，所以都不算很有心理准备，即是到当时都是很伤感的，大家都是。